王子的画法，我们先来画出他的脸，画上头发和他的王冠。我们来给王子画上衣服，然后画上裤子和鞋子。像这样，我们的王子就完成。然后我们给他涂上颜色，画上棕色的头发，用黄色和红色给他涂上衣服的颜色。涂上黑色的鞋子，最后给它涂上腮红的颜色，像这样，我们的王子就完成了。